抖音。今天我们要吃的是意大利面，那今天让我们一起来微笑百事达。我要先吃一个最经典的肉酱意大利面。哦，这其实是蚂蚁上树。你有毒，意大利版本蚂蚁上树。点睛之笔就是这个肉酱，下次我自己来做一次，你们要尝尝看吗？下一份我想吃个白色的，我想吃一个，这是奶油蘑菇意大利面，除了肉酱意大利面，就是奶油意大利面是我觉得最经典的之一。但是我表妹不喜欢吃蘑菇，我至今还是不能理解不能吃蘑菇，是怕中毒吗？所以屏幕面前有没有不喜欢吃蘑菇或者不能吃蘑菇的？上一次已经好多人跟我一样了，我找到了团队，抱团，找到了家族。不吃蘑菇家族。奶油蘑菇意大利面啊，我最喜欢吃的就是这个蘑菇，因为我感觉蘑菇它的味道就是特别的有一种很丛林的感觉。你想失去我吗？它的奶油的酱比例调得很好，就刚刚你吃到要腻的时候，就打到你要腻的那个点的时候，它突然就把你拉回来。这个它是什么味道的？它也是蘑菇的，想尝一口。嘟嘟嘟嘟嘟嘟嘟，哎，这是番茄的吗？它上面有放番茄，它是茄汁肉酱，然后里面也有蘑菇。表妹，今天这些你都吃不了，看见蘑菇，还有平菇，还有海鲜菇。我觉得我不适合待在这里。我今天穿了我表妹的衣服，然后刚刚广东洗油的时候，表妹她开始要杀我的眼神，然后她今天这些餐套上都吃不了，她更杀我了，火上加火。我终于知道刚刚我吃到一个拉丝的是什么了，它里面有，看，奶酪在里边，这一份应该也是，是焗烤的意大利面，应该也是有奶酪的。又遇到我人生的瓶颈了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，就是。吃到最后的时候，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不是你想要的。这个番茄，我能吃所有番茄味的东西，但是不能吃番茄做的东西。不是，是不能吃番茄本身。不能吃番茄本茄是吧？哎，我给你吃一个这个吧。给你吃个煤炭。哎，给你。来。你把我叉子拿着干嘛？等会儿给大家看看我做的鸡爪啊。我喜欢。先。摘下星星给你，摘下月亮给你。这个面虽然黑色，它颜色是黑的，但是我觉得其实黑色如果是食物的话，黑色、蓝色、粉色这几个其实都感觉奇奇怪怪的颜色放到一起，那两个漂亮的颜色反倒没有黑色有食欲。红色跟绿色也可以。怎么了？怎么了？牙这样。你好朋友哪里去、啊、我也是吗？有一点，这个墨鱼土汁土的也好了，也好好吃啊，土得很新鲜。你到底那个嘴太硬，那种土汁声音，哇，还蛮酷的，还蛮酷的。今年最佳色号你们 get 到了吗？看这个色号喜欢吗？中意吗？看我嘴巴上，哎呀，上色之好，而且它很上色，无论怎么吃它都不掉色，不沾杯，看，看不沾杯，好给我面子。会不会是你卸不掉它？它镜头看起来特别的黑。不要再笑了。来，下一份，你先过去啊，我强迫症又上线了，我要把饮料归饮料，饭归饭，菜归菜。不要色吗？那今天反着的，不是好丑，丑到最后一集。那我就换色号了，我先卸了妆，掉吗？擦掉了，擦掉了。好，下一份，这个刚刚他叫我别端烫、啊，一点都不烫。表妹，我要不就换一个吧，这个有毒。最有毒的是你自己。今天是个美美的下午茶，要精致。哇。它竟然是个千层面，我以为它上面是一层芝士，然后下面还是意大利面的那种面条形状的。
的千层面里面全是肉酱，就一层一层全是肉酱，里面还有芝士跟奶酪什么的，吃起来很绵软。关键是它肉酱和芝士真的很足很足。下一份是你，这一份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感觉像是牛肉的，来看看。它里面有白菜耶，就是黄椒和甜红椒两个甜椒，然后加上白菜，就裹的那种菜嘛，然后再加上牛肉条，它有点甜咸口，但是不是很不是没有什么辣味，就是甜咸口。这种说意大利面好做起来好简单啊。它其实看起来简单，但是它肉酱炒肉酱还有面的那种水温啊火候啊。下一份我要吃，这是海鲜意大利面，然后它里面有青口还有虾，大虾。哦，这份是酸辣味冬阴功的味道耶。这种有点带茄子的酸酸甜甜有点辣辣的感觉，它就有一点点冬阴功的味道，但是它其实是相仿的，也不算完全是冬阴功，而且它里面的面感觉吃起来比刚刚那几个都要粘牙一点，还好吃一点。最后一份，这一份这个奶油辣味的面，它的奶油味会更重一点，然后还有一些海鲜在里面。你想吃虾吗？来给你。你真的是又要让我秀我的心机了。那口都是奶油宽面，它带那种奶油的汁会更足。这一期之后我就是个短头发了，不知道你们能不能适应。这个是应该献上一首短发，简单的我的发，简单的牵挂。我有什么牵挂？我的牵挂就是你们。高脚杯天线宝宝，高脚杯短发女孩要说再见了。那天线宝宝要说再见了，天线宝宝要说再见了，天线宝宝要说再见了。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，记得关注我，记得下一期你们想要吃什么，在屏幕下方留言哦，拜拜。